这些就是挖回来的竹编笋，这种竹编笋它老化的速度特别快，所以挖回来了就赶紧拿它做菜吃。现在就拿这些竹编笋来炒肉，先把这些笋壳剥掉。 好了，姑姑，一盘特别美味的边笋炒肉就做好了，特别美味，这个边笋特别鲜甜，不用加很多配料。